哎，过来。都没有带证件了、哦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？你刚才去买了什么？去那边响叮当那边买了什么？芬达汽水。嘿，啊，你去捞钱捞够了吗？捞够了。啊，该把钱拿回去了吧？要去哪里？啊，你钱去哪边捞的？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吧？哎，你身上都没有带钱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跑到那边去捞钱，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你看，他这些都是什么案件？怎么、啊？你去哪边捞的？你还跟我在那边装傻、啊？池塘，池塘可以捞钱吗？这东西你去捞了多久，我都知道。来，拿着。啊。哦。来，上车。啊，上车。帮我们说明一下昨天的状况。昨天民众。有发现就是在我们的许愿池里，发现有3800多块，被民众拿走。那清溪所哈、很快在1个小时之内就抓到这个嫌犯了。那我们庙方是呼吁哈、如果民众在生活方面如果有困难的话，可以跟我们庙方说。那您的这样的行为哈、确实对神明是很不敬的。男子窃取寺庙前许愿池内硬币后逃逸，远警获报后立即展竿追查，1小时内即将男子查缉到案，并起获相关赃证物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